他们还要多加火三个力气。五星钥匙，五星钥匙，就这样吧。有梦做一个有梦想人，说的这个。 超级无敌大肉比好，倒数。我操，这个强酸腺体怎么占比这么高？注意叉叉。其实我去叉叉了，叉叉在背面。再说一遍，叉叉去背面，马上就有锁链。第一个锁链非常的快。 不要把坦克孔到，水孔坦克。这句话是我脑补一下马上的牛人。对，注意脚下。你咋是猪啊？ 是锁链，应该看看伤害位置，刀塞会增长。注意减伤。有没有战力？没有。吸全。下一波战力我来。拿战力了。 死不要死不要！保护我！结束之后马上有锁链，其他位置。我站上铲子。我大Q了。T圈。在 boss 屁股后面，看他那血。 锁链去叉叉后面，看阿里桑诺斯的血。中了黑暗绝曲的，主要都看一下。先去分散这边。注意减伤。锁链下一波。锁链完了，这个圈洗了，洗圈的时候远离叉叉，锁链迈尔去叉叉。 没迷雾，啊，看错了，好像是锁链，锁链完了才迷雾。boss41啊，不着急，慢慢打，该开的爆发二爆发可以开。好，注意脚下。大北那边那个火，被坦克全熄了。去。哦吼。 锁链啊，看叉叉位置。站立吧。哎，别动。我只连那个魔法医生去吸。全去了。看锁链，熄火的时候看锁链，熄火的时候看锁链。
我三十九啊，这时候爆发就不要开热了，大概还有一分到一分半的时候才能。干胡汤。让他妈爆锅起来。他把爆出晕了。把他弄晕了。我也晕。可以吗？恐惧分散。没有战力。没有情绪。一个圈。20%，大概一分钟不到，感觉到。说多了，30秒感觉到吗？进去。没迷雾啊！最后一次迷雾，最后一次迷雾，迷雾放出来再跑。拖下去 ，boss 可以慢点打啊！早让他放这个迷雾，去找一下，去找一下。我操！放迷雾，操！放迷雾，跑跑跑跑跑！我 ，boss 停手 ，boss 停手 ，boss 停手。没事，他好像不会 A， 他好像不 A。还有一个战斧，战斧起来。哎，啊！你这嘲讽带加速的。对。可怕！该什么技能？武僧这种嘲讽技能就该给一个小雕纹，让他变成一个可选项。可以开始给保护了。你可以抄啊 ，Eric 可以抄了，快 DK 抄！一巴掌一个小朋友。哇塞 ，Eric 牛逼！